谢谢。怎么样？阿里嘎多。这是我们两个女人的这里的早餐。Thank you so much。很可爱。Yeah, yogurt. Okay. Thank you. 这个必吃哦，它里面是明太子，因为我们太晚起来了。所以剩这些，不过他会补，你跟他讲就好。他有玉米浓汤，还有洋葱的，还有咖啡粉。要做那个咖啡色信件，坐十二站去香港，肉肉在研究，依然是导游的工作。继续等公车，要转两次公车才会到香岛。还会坐那个船，对，等一下要去坐船。我们在这边转公车，然后这个公车比较小一点啊，你要这个要现金100元，没有 BB 哦，要100元。很可爱的小公车，啦啦，渡船旁，车车会停这边，回来也是坐一样的车车。我们要往渡船口买票票，叮叮，然后他这边有写时间。运费是480，这边有那个进去票券、贩卖机、还有收现金也，哎、欸，那也可以比卡卡哦。OK，、欸、那个单程480。下次是可以玩可爱的小东西。这里的猫猫都有人喂干干啦，所以其实不用喂它们。你的爪，这是你的爪爪包啊。通过这个步道就可以到船上面喽。这里是新宫啊，我们这是香岛新宫的船班。船上这二楼的位置哟。你看敲成这样啊，好可爱哟、喔！好神奇。好可爱呀！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光这个渡船口就七只猫了，好可爱呀、哦！来了来了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屁屁呀，安妮呀，这一下船就是满地的猫，随便捡都有猫，而且这个岛上啊，好舒服哦。安妮，役場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我在阿布拉，哪里？你会不会太幸福？他自己过来的呢，吼、啊！他就直接趴在我的腿上，他可能是你耶，他可爱，他都会自己黏过去耶。耶，好看，他的那个鼻子很可爱。不用叫它就自己过来，它、看到人就会自己走过来，戳戳肚子。橘猫真的都比较大只吼，它的橘橘，它自己从远处再走过来，嗯，胖胖，它要躲太阳，可爱的脸。爱你，你喵啊，喵，喵。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这种猫咪的天堂？舒服的地方哦，猫咪 heaven， 猫奴 heaven， 也是猫咪 heaven。我们有吃不完的食物，所以每一只都不啾不啾，胖嘟嘟，对啊，可爱。哎呀，自己过来了呢，看嘛耶！耶、yeah, yeah, ，来了一只小胖子，它、yeah. 尾巴都好可爱哦。菊花屁股，菊花好了，他一直用头蹭我，一直蹭耶，狂蹭。
头还给我在那边转圈，转圈，他是在擦眼屎。谢谢，谢谢你哈，嗯，帮我留纪念品哈。擦眼屎。哦、好渴哦，这也有冰冰，也有冰哎、欸。啊，阿里嘎多，没关系，阿里嘎多。贝利，嗨，贝利，来。怎么样？这样有比较好吃吗？全都有，我全都要。然后我们还买了这两支冰。我们要吃那么多冰，光吃冰就饱了。哦，ご飯、あなたはご飯。哦，簡単ね。嗯。本当に？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面白い。还哭的声音。你们在干嘛？养科场吗？哦。今晚要去对。猫。拜拜。哦，你煮食就好哦。咦、欸，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对啊，它的屁股也跟它的脚一样，屁股是一边黑的，一边橘的哦。它是它的爪爪，舒服舒服，安妮呀。阿布拉。叫声都那么可爱呢，很搞味。鸭婆婆啊，鸭婆婆啊，你看自己贴过来，你自己贴过来。啊！你买船票在那边，然后隔壁这一间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这边有卖小点心，很可爱的小店，它也有双麒麟。看他的门，他是说要关门哦。Please close the door， 不然猫咪会跑进去玩。啊，他二楼有用餐区，很舒服，有冷气，很清幽的一个小店哦。那这边也有座位区，可以坐这边吃。我们买冰咖啡200日币，就这样推荐你们来。10天了、嗯，第十天我们在波多的市区，那明天要回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大采购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要去逛街，就是它的川端通商店街，嗯，还有天神地区，然后再去市场吃吃好吃的东西。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咯 ，Go Go Go！ 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结田神社。它的神签有各国的语言，包含我们台湾也有，真的很特别，我们一定要来抽一下的啦，而且一张才100元。这个神社呢，它是商业在拜的，所以可以来去拜一下，让我们的生意兴隆。当然我也要来帮阿呆拜一下啦。结田神社的大看点是这个三立，还有旁边的酒桶，可以来拍一下哦，很特别吧。结田神社旁边的街上就是川端通商店街，这条街就是比较复古的感觉，大家可以来逛逛走走，然后顺便买街上的水果来吃吃。
我觉得还蛮好逛的啦，因为它不是很繁华的啦那种街道，可是它又有点复古的味道，街上可以寻宝哦，大家可以慢慢悠闲的拍拍照，然后逛逛吃吃，很推荐给大家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逛博多人的厨房柳桥联合市场，这个市场也是很有复古的味道，市场里面有很多复古味道的小甜点小点心可以买，可以逛逛哦。然后最特别是它的藕莲，它的藕莲五颜六色，非常的漂亮，害我差一点又忍不住买下去了。不过呢，我要留肚子来吃后面好吃的冬饭。食堂光是观光客的最爱，当然我们也是观光客啦。那推荐给大家的点餐方式就是，你早上九点半就要赶快去画位置，然后他十点开门，大概就可以吃得到，不用排太久。那我们今天点的是海鲜冻定食，一份1300日币，然后肉肉点的是炙烧鲑鱼饭，好像也是900日币的样子，忘记了。那吃起来的话，它的鱼真的超新鲜超 Q 弹，而且分量非常的足够，那加上它的小菜还有它的蒸蛋，然后还有一碗汤，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满足，也有饱足感，真的很推荐你们来吃哦。酒足饭饱之后呢，当然就是要来一杯黑咖啡啦。要推荐给你们这家是在市场入口处的 Local Workers Coffee。 那这个老板呢，他很酷，他不太会有笑容，可是呢感觉就是很有个性，他冲出来的咖啡真的是好喝到爆炸。那老板呢，他戴着一个脚踏车的帽子，那本身也是很热衷于骑脚踏车，那你看他泡咖啡的样子就是还蛮好玩的。那我也有买一包他的豆子回家给阿呆磨给我喝，也蛮好喝的。他店内的气氛啊很舒服，你可以坐在窗边看着那个河川，那慢慢喝着你的咖啡，很推荐给大家，这家一定要来喝一下，还不错哦。是天神有一个新天体，他们上链接都不怕淋雨哦。对啊，他们都有那个屋顶啊，那你下雨天就是不用怕。没错，到处都有卖水果的。这是两栋百货公司，这是新馆，这是本馆，这里面很多人来 shopping。因为听说现在来买精品都很便宜，汇率的问题。你看它中间还有天桥哎，两个、嗯。再来逛这个大黑屋，大黑屋就是当铺，他们的当铺哦 ，duty free。然后我们来看有没有漂亮的东西，可是里面不能拍哦。这边是天神地下街，听说也超好逛的，我们下去吧。它这个地下街啊，那个氛围很像牛排，在牛排馆里面耶，逛逛。晚餐我们吃了博多最有名的和牛内脏锅，那这一家呢，我们是因为路过的时候看到它的门面很可爱，那我们进去之后呢，很有日本的温馨的感觉，那里面有两位老板娘会出来接待，那也可以放衣服的地方。那选好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就点了餐。我们点的是两人份的内脏锅，还有三颗炸鹅啊。当然还少不了肉肉最喜欢的秘鲁啦。那内脏锅上来之后呢，很惊艳的是它的那个内脏还蛮多的，分量还蛮多的。那下面就是铺了很多的菜。那我们就是让它煮熟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动啦。那也另外点了两碗白饭配那个和牛的内脏的肥油，真的是哦，喷汁啦，
而且哦，还有很有浓浓的牛肉的味道，真的很好吃。喜欢牛肉的人不要错过。好华丽哦！多运河城的商店这么多，然后它也是有退税。博多运河城里面有一间扭蛋，哦，好几百台扭蛋机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可怕哦，放眼望去都是扭蛋墙。我看各式各样的牛蛋，那你如果没有铜板，这边可以换钱，你就把钞票投进去，就有铜板出来啦。然后这边是回收蛋牛蛋壳的。今天是第十晚的晚上，我们要去补货了，买一些药霜跟那个饼干给欧米亚给。那我们去我们饭店附近的。静安的电塔，它24小时，离我们饭店还蛮近的。它有免税退税，这间感觉还蛮舒服，蛮大的入口。如果你行李不够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换行李，换大的，买大的。这边还可以试用区耶，它有各式各样的那个保养品让你试用，这超贴心啊！这家真的很棒耶。我现在上来静安的二楼，二楼比较多东西，然后这边也好多行李箱。你看像这个大的，11990退税后，还有登机箱，这个很好用又便宜。这个最近好像很红。早安，今天第11天了，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们是晚上6点多的班机，然后现在我们今天是要自然醒，现在已经11点半，我们还要再去街上再随便晃晃混时间。我们来到了牛奶区。你看它的牛奶88块，而且它的价格便宜到爆炸。那么大罐900ml $289，他们的包装都可爱到爆炸。然后他们的有一种东西很厉害，就是你看这可以改善睡眠，这是好像梅子外桃子味，是有功能性的乳酸菌饮料。这个是睡眠品质改善，然后这个是喝了会小睡觉的。这边也是有那种一些机能性的乳酸菌饮料，他们甜点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这个布丁看起来就好好吃，还有这个南瓜口味的布丁，这个很好吃哦。这里面有6包，它里面就是一包里面有这各式各样的口味的米果，这个必买必吃，而且不贵。那这个也是啊，米果类的，我觉得米果类都可以买，咸咸甜甜的，肚子饿的时候很适合。那再来就是那种大包的米果，啊，我个人喜欢那种小包装，因为每一种都吃得到。啊，米果就是像这样子啊，就一包里面它会有这种小包装，这种小包装，一小包一小包，不用怕说拆开之后吃不完，这也是都小包装，就是可以买回家送人。分送这样子，你没有煮菜啊，你煮饭啊，倒一点这个香松，它就可以很下饭。这个很好吃的，而且它很便宜哦，一包才180。它的那个香松很多很多口味，就是白饭煮好啊，就会用这个香松去
敲敲敲哎，然后就可以吃了，就当一个饭团这样。这个也是很轻很薄啊，不占空间，这个很推荐买啊，或者送人。然后各种口味都不贵啊，都这种价格，一包二三十。然后小朋友你们可以买这种，很可爱。还有这种，这一袋里面有二十小包，就小朋友吃刚刚好。刚刚肉肉买这个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控，帮他拉一下排面。还有那个小新的皮卡丘的。然后现在很多肉品管制不能回台湾，所以不推荐泡面的部分。那我们再去看别的。你看，像这种也很适合带小朋友来买，因为它就是一串啊，有小包小包的这样子，而且它的图案都好可爱哦，通通很可爱呢。安妮，它糖果啊，我也很推荐带，因为它不会很重，哎呦好的，那里面很多颗，然后一包也是二三十块台币而已。然后我个人喜欢的是那种水果口味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水果口味都会做到很纯的那种，不是化学的味道。你看像这个那么漂亮，钻石形状的，213，它这是水果口味，这个我有买，很可爱。那里面有两小颗，一小包两小颗，这分人吃也很方便，重点是超便宜。软糖区啊，软糖区他们软糖在这边买软糖也很便宜，是各式各种的软糖。鸭群喜欢吃这种汽水的，苏打口味的啊，这个也一定要吃，这个好好吃，它的水蜜桃味道超级浓。然后葡萄也是，葡萄就是很像你在吃葡萄，水蜜桃就是你很像你在吃水蜜桃。那还有凉的，凉感的。这样子，它这个是大颗，它这个比较跟实这个照片啊，跟实体一样。然后它也有小颗的，这种很便宜。这样子，是台湾有卖。然后这个送人也很好，就是小颗，这是小颗的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也很推荐他们的口香糖。他们口香糖啊是这种罐装的，它里面都会附一个那种小便利贴。可是它不是给你写字的，它是给你包你吐出来的口香糖，可以包起来。这个我办公室抽屉都放一罐，然后有时候爱困就嚼嚼口香糖，就比较有精神。这个真的很推荐你们带，我一罐吃好久哎，我买一罐放吃了四个月还没吃完。这个，它里面是小包装。然后里面这一包有45片，那你如果它是 DGI 的，那它如果你不吃这个巧克力，你可以把它泡成用热水，然后就变成巧克力热巧克力这样子，一包两吃，它这种小盒子。然后这个蝴蝶酥很好吃哦，它有两个口味，这两种口味都很好吃。之前我买巧克力，雅群说超好吃，可是我心里爆了，我不能再买了。这边就是巧克力比较大包的，巧克力大包、饼干大包。这个就是你要回去送人，或者说你喜欢吃，你要多吃一点，你就可以买这种大包装。最厉害是啤酒，啤酒看看哦，琳琅满目，选择障碍。对啊，现在可以喝啊。肉又受不了了，肉每天都两罐，今天还没喝到，赶快喝。赶快再找一罐提神。这个啤酒真的是很夸张的多，正面是一面而已哦，它还有另外一面。对啊，本来不想喝，走到这边那就是要叫你喝嘛。你看整排的啤酒啊，够好没？那我们最喜欢的品牌是这个惠比寿，那个它的系列的啤酒都蛮好喝的，它的麦香很重。然后我那天有喝这个，它的酒精浓度很低，对，0.5%而已。然后它其实有点梅果香，就是它这个很舒服，喝这个很舒服。它是新产品，有一点微微的酒味，但是你又很像在喝气泡水，很好喝，这个很好喝，超推。这个还蛮好喝的，就不会觉得很苦，这不会苦。
我觉得啦，你有喝啤酒的人来日本啊，你就是必喝啤酒，因为真的会很爽快。肉肉推荐威士忌味的，干嘛？对啊，因为它是角瓶啊，那个威士忌。嗯，你看它的价格跟它的品相，它是一样。它的瓶子都好漂亮。这个是有威士忌味道的，你看旁边的包装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威士忌啊，就是喝啤酒同时又有威士忌的。对，这个可以喝看看，推荐给你。而且真的啦，每一罐都不到200，可是要在超市买啊，你自动贩卖机会比较贵一点，但也就200多，对，也不会很贵啦，怎么样都比台湾便宜。我们在便利商店 7 那种买这种水都大概100块而已，啊，含税就是110，大概都这种价格。然后一罐水，我们两个就一天一罐这样子。好的，嗨嗨嗨，口技，口技，嗨。SOP SOP， 嗨，これ，嗨。74元，嗨。终于要回家了，这个是我们第一天来的那个出口处，旁边的电梯就是往三楼要去 check in 的地方。对，我们行李的爆炸了，刚刚第一天就一人一个托运，现在是爆炸的行李。啊，你把人家秤弄坏。14公斤，是，好，然后下一位，第二位，12吧，这样子14、12、26，多了一公斤。我们因为我们托运只有25，所以我们要取一公斤的东西出来。这个机场过了海关，机场里面很多东西可以买，大家可以不用像我们这样搬得要死，直接来机场里面买就好了。这里面也有卖拉面啊、啤酒什么的。可以最后加点。机场里面有包包，前面有一些比较国际专柜的化妆品，这里也有 7 哦。然后星巴克是基本款，星巴克都还没喝到哎、欸，也有那种限定区域的杯子。你身上如果还有零钱，你就可以投喝的。把零钱用一用，要回家咯耶！终于要回家了，要死了！你们怎么可以搞成这样？很难买耶，没什么好买。对啊，收门收入的阿呆，看他都惊走开。这是我们两个女人的结果成果。那你说刚刚妈妈在飞机上偷看那个应该叫什么？空少。哦，空少。空少。我以为要叫空哥嘞。空空。空少。